从现在点，大家呢有钱的出钱，有力的出力，我咱的兴安宫呢会当呢愈来愈兴旺，香火愈来愈鼎盛。非常感谢阿嫂，咱现场个朋友，大家会晚间的莅临。虽然无留咧看咱的平衡仪同款呢，半节时间来甲咱的开台国兴宫来做参拜吼。非常感谢恁呢，有恁大家来到支持大爱国，相信咱的开台国兴宫呢，会咱开台国兴宫会愈来愈兴旺。当然呢，一定会感谢师父。祝福宝贝大家呢，会当呢身体健健康康咯，会当呢事业真成功，重点行路搁有风吼，嘿，做事业会当享西风，若出去佚佗一路真顺风吼。非常感谢大家，谢谢大家。好，来今麦呢，我们安排一个吼。嗓音非常的独特，嗓音是非常的独特，唱的歌搁较无同款哦。你这个是真正我做佩服的吼，嘿，伊尤其唔是干那记凶的一拍的歌词，伊用记凶台语老歌三拍的吼，啊是凶的几百单唔免摕起来唱的，新歌旧歌啦，啥物歌伊拢我都唱，尤其唔免看电视，拢啥物歌词拢记在头壳内底，这个实在是我有够佩服的吼，而且伊的嗓音非常的独特吼。要讲伊是沙哑歌吼，还不到那里吼。啊，要讲伊是低音歌吼，伊的声够有够悬。啊，唔过吼，他的高音又非常的不一样吼。来，我们来欣赏一下我们这个嗓音非常独特我们的年轻歌吼，由我们的丁子轩为大家做安排。好听的歌曲。伤心的所在。伤心的所在，你敢看？嘿，今麦这条我看有人在唱，已经无啊咧啊。二姐的歌曲哦，来，大家唱来听一下好歌吼。怀念一下咱这个伤心的所在，看咱当初是伫倒位咧伤心，伫倒位咧艰苦吼，听一下这首歌，怀念一下啊。
谢谢主持人，感谢三会，谢谢，感谢我们百口。